安排好了，明天凌晨两点，四号码头。剩下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。根据美国的线索，我们在全港涉黑人员资料库里找到了三个有黑色莲花纹身的人，其中势力范围和人脉最符合的就是他，人称蔡叔，做血钻生意，兼顾珠宝和书画的销赃。针对他的调查有好几起，但是都没能将他入罪。各位手里面是蔡叔的详细资料。这样的人警方应该会想方设法的在他身边安插卧底吧。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请大家来的目的。根据卧底的线索，蔡叔最近并没有大宗的黑货往来，但他却在东港四号码头安排了一次只有心腹才知道的出港行动。看梁 Sir 的样子，这次是志在必得啊。像蔡叔这样的人是香港的毒瘤，如果在别的罪名上咬不死他，能把他与连环杀人、绑架、越境同谋案的罪名钉在一起，我也非常高兴。安排微博是你的专业，我没有任何意见，只是想重点提醒你一下，现在谢涵手里他有一名重要的人质。明白。各自已到位，注意隐蔽。疑似目标出现，待命。
警不对，水警不对，封锁海面，拦截所有可疑船只，完毕。发现受害者，急需救救员，急需救救员 ，over。赶紧起来吃饭，等会儿还要录笔录呢。